好，在这一边它有六张卡，Rohani，然后它叫你 find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way to arrange all the letter in a row without repetition if there are no condition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这一个是直接六 factorial 啦，OK，所以我们在计算机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六，然后 factorial，然后拿到是720啦。它也可以是六五四三二一，六五四三二一，然后它这样乘，然后它就会变成720啦。它也可以是六排六，也是720啦。哎，总之就是720就是啊。然后接着他说 vowel 呢要 side by side，vowel 要 side by side 的时候呢，你就心里想我的这一个。挤在一起，三个挤在一起。然后，如果我教你们的方法的话呢，你的拇指、食指三个挤一起，然后三个挤一起，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只的拇指，所以我这一边呢，我就有这一个一二三四，所以它是四 factorial，然后这一个部分呢又是三 factorial 乘三 factorial。OK，所以它答案就是四 factorial 乘三 factorial，都它的这一个 A2 就很简单，四 factorial 乘三 factorial，所以我们这一边我就有四 factorial 乘三 factorial，对，OK，然后我拿到的答案会是144，所以它的答案是144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再来看 B，他说他的 vowel 和 consonant alternate after two new cards label A 跟 H inserted into the set of cards。我这一边呢，我有 Rohani，然后我再加上这一个 A 跟 H 的时候，我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张卡，然后 Rohani 呢这边它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这四张是那个，假设我这四张是 vowel，然后过后呢，这四张是 consonant，然后它也可以导板过来，就是说我刚刚的这一个导板过来，它是这样的，这一个是 consonant，vowel 这样。然后我们要小心的一样东西，就是我的这个 Rohani 这一边呢，它的那个 H，它重复了，OK，它 H 重复了，所以它的这一边我们单单只是看这样的一个 vowel 的而已，A 那边它也是重复了，它应该是四 factorial 除二 factorial，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有四 factorial，然后我。除二 factorial，它有12种方法。OK，Rohani 它有12种方法。你看呢、啊？它在这边它有 AA，它的这一个它 AA，然后 OI 吗？AAIO 啦，AAIO，AAOI，A，IAO，AIOA。然后我再来就有 AO AI AO IA，然后它还有 IAAO IAOA，然后 IA 没有，然后就来接着它是 OAAI OAIA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在这边，AAIOAAOIAIAOAIOAAOIAAIAAO，哦，还有 IOAA，然后它还有 OIAA，这样，12个，二四六八十，十二个。12个，所以它在这边它有12个，
然后这边也有12个，所以它其实是12乘12 for 一个，这个是12乘12，然后再乘两个，所以我这一个就会是12乘12再乘2，然后它会变成288，所以288，就是这样。